纽约时装周上星光云集，同一时间另一场时装 show 亦吸引了不少各地的潮人捧场，好似有著名时尚杂志总编 Anna Wintour、 意大利 blogger 兼时尚设计师 Chiara Ferragni、 美国新晋女歌手 Sabrina Carpenter， 而亚洲的代表亦有韩国女星朴信惠、内地气质女神唐嫣和小鲜肉许艺洲等等。这一次来到纽约行程会不会特别紧张？其实还挺紧张的，挺紧张，主要是工作嘛。这次来到纽约，然后之后过两天就得去到欧洲，去的布达佩斯拍新的戏了。什么时候有机会来到香港呢？我觉得之后把这个新的作品带给大家吧，新的像刚才说的新的剧啊，然后也有新的歌曲啊，我把这些新的作品带给你们，然后我就会回来了。好，那用香港话跟大家说一句雷猴好不好？怎么说？雷猴，雷猴啊！对，猴虽雷啊，雷猴啊，谁听不谁讲啊？好。